点开看看，他发了五十多天喜欢我呀，那不容易、啊。点开头像一看，你头像是孟鹤堂，微博背景是周九良，微博置顶上面写着本命是秦香贤，你告诉你喜欢孙永华。啊，我前段时间收一私信，什么私信？特别有意思，你如春风里的旭日，你如港湾旁的灯塔。你是我生命当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，你是我内心那一闪永不磨灭的白月光。哎呦，希望你一路前行，未来可期。好词儿啊！好了，芳芳不说了，我要复制给孟鹤堂了。想去抱抱张云雷，心里放不下杨九郎，嘴里说着爱孟鹤堂。心里边想的是周九良，一直说着爱郭麒麟，最后嫁给了孙永芳。What you gonna do with all that junk inside your trunk?